買定啲九宮格嘅紙嚟咧，係寫正落去。咁咧，亦都會係寫啲硬筆書法啦。仲有咧，就係我亦都買定啲立筆畫啲漫畫。咁我相信咧，呢個漫畫嘅創作咧，就係都係會圍繞住呢一次立法會拉布嘅情況。咁我一定會帶足曬足夠嘅文件去睇去做啦，甚至乎我係坐嗰個位咧就唔係好適宜做任何其他嘢嘅，咁亦都因為由於我比較緊張，究竟有關嘅問題係咪符合規程，會唔會係即係不符合議題啊，又或者係重複性嘅，咁所以咧，我諗我會係盡可能咧提醒主席，就算主席瞌眼瞓，我都會馬上起身話違反規則。有些一定不得的，就有一個叫做葉劉淑儀，一定是不得的了。我之前我說他不是在香港的嘛，他如果睡在那裡就無所謂，我們可以叫醒他，但我怕他走了就在那裡睡，真的頂不住要回家。